唐山大地震，你能想到最大还有什么？那个你们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唐山大地震。好，那么还有呢？你想到比较大的、惨烈的啊啊？好了，旧金山啊，那太远了，那历史讲的了啊。好，那近一点呢？我们一想，哦，最可怕，九二一大地震。我更是难忘，因为我九二一生的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九二一家族啊，现在都出现了啊。我九二一大地震那天生的人很多啊。好，九二一大地震，然后呢，南亚大海啸不得了哎，那海啸是1000多公里，10公里宽，突然间海裂开了，整个水进去，海啸产生，这都是从来没想过的，对不对呢？还有怎么样？四川啊，五一二大地震，我也去赈灾了啊。那个四川，而且呢，从九二一大地震才知道什么叫走山，对不对？但走山不看不够看，这一次这个88水灾，这叫融山，把整个山融掉了，对不对？1000年的雨量，3天内把它下完，整个山就被水泡了，3天以后，呜就融掉了。这走山还不止，还融山呢。所以呀、啊，什么圣经所唱，我们小时候唱儿童啊，在这个大山可以挪移，小山可以什么，迁移，大山可以挪移，小山可以迁移，我们都唱而已啊。现在都是眼看着它就溶解了，啊，所以不能想象这个难处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那以前叫做一个叫做 Kosaki， 在台湾就叫做什么，叫做有一种那个有一种蚊子咬的病啊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在登革热，对，登革热啊。接着又有什么 SARS， 恐怖的要命，对不对 ？SARS， 哇 ，SARS 那种坐飞机啊，或者聚会啊，走，突然咳嗽，哎呦，赶快紧张了，怎么会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哇，有 H1N1， 什么曾几何时我们聚会量血压，不是量血压，将来也许要量血压，量体温，还要你看。你不觉得好像都好奇怪，越来越多状况。哎呀，我不能多说，这就是啊，这个照圣经所预言的时代快要到结束。什么意思？主快回来。啊，我很喜欢讲啊，李优有一次私底下跟我们谈话，他说圣经的预言既然固然可靠，连呢、啊、我们中国的预言有时候也可参考。他说推背图里面啊，你看推背图的第59图。真正预言直到59、60图是不是预言？是一个形容。59图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一人为大，世界福。一人呢、啊，最大的时候，世界就有福了啊。手执千桶，拔去竹，桶字把竹拿掉，就是大同世界的意思啊。东南西北，东南西北尽和睦，红黄黑白不分明。无论红中黄黑白，都是耶稣所喜爱。”啊，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个新人，就是无论红黄黑白不分明，用什么？你看那个、啊、境界，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地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我这是为着我亲爱的亲朋好友们，你要知道，人生啊，圣经说我们生一次就要死两次，这圣经的话啊，生一次就从父母生，那么有一天要死，到现在没有人例外，只有一位例外。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是神来成为人，为了成功救赎。只有他死了又复活了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可进入的灵，住在我们里面。所有其他的人都死了啊，生一次，现在都死一次了。圣经说，若是没有神，将来还要受第二次死的审判。啊，这是圣经的话。但是呢，圣经说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来了。是要叫你得生命，他说我实在告诉你，你必须重生，再生一次。你我出生有了一个爸爸叫肉身的爸爸，你我重生有了另外一个爸爸叫做天父，天上的父亲，他必须成为我们的生命啊！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这等人是从神生的啊。从这儿我就以前讲很多故事，记得啊，乾隆皇下江南的故事都听过吧？听过举手一下。乾隆皇下江南没听过举手一下。要不要讲？简单讲一下。今天不是传福音啊。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，他下了好多次江南啊，
那他微服出巡嘛，早上嘛出去喝豆浆，喝豆浆的时候糟糕，皇帝嘛很少带钱在身上，哎呀那天都忘了带钱了，他一吃完喝完豆浆，乐观下肚才发觉没带钱，这时候他说，哎呀小弟糟糕了，我钱忘了带钱了，让我赊个账，我改天再来还你。这个小弟倒是很灵光，他一看那乾隆皇啊，长相就不马虎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就不是扯烂屋啊，白骗吃骗喝的人，就有一种气度嘛啊、哦。那么他马上，他不知道他是谁啊，但他马上就一想，就是不要为难人家。好、啊、先生，哎呀，人呐、啊，出门在外难免有不便之处。今天这个小小的豆浆小餐早餐，让小弟请客。哦，这乾隆皇一听啊，龙心大悦呀、啊，这么善良的孩子，好了，那小弟那就用这个什么什么豆浆啊，我就收你做干儿子。他说，哎呀，先生怎么开玩笑？那豆浆一碗怎么好意思说干儿子啊？他说，哎呀，你少说了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长话短说，就做了干儿子。他马上从啊身上拿出一个绢帛、啊，上面有个印记在上面。他说，小弟来，我是干爹了，这送给你。哪一天你啊在江南遇到干旱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哎，跑来找我啊，哎呀干爹你住哪里啊，住家住北京城啊，北京哪一弄哪一巷啊，你去不用找哪一弄，你就说请问最大的房子在哪里啊。长话短说啊，结果呢他就真的有一天过了几年之后落难了，不知道什么灾难，也许也是土石流，也是啊什么，他反正全举家北迁呐、啊，去找干爹去了。一到了北京城啊，就到处问，哎，请问最大的房子在哪里？然后他们说最大房子当然是那个紫禁城啊，他就往紫禁城去。一到紫禁城啊，啊这怎么办？这个外面都是卫兵，他大喊干爹，一到干爹啊，哇，刀枪都出来了，在这放肆什么，乱喊乱叫啊。他一想，糟糕，无凭无据怎么办？哎，突然间想起有那个绢帛啊，诗卷在里面，赶快拿出来，拿出来，一拿出来可是不得了啊！哇，那些卫兵突然间跪下，口喊威武威武啊，这大门就开了，二门也开了，哦，他就大摇大摆啊，直通至圣所啊，啊，朝见我君王啊，他就进到王的面前了。王在那儿散步，一看一个年轻人闯进来，哎，小弟这什么事？我已经不年轻了啊。他说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找干爹。干爹是谁啊？他说我就是卖豆浆小孩啊。他就拿出那个，哦，就是你长这么大了，哎呀，他就想起来了，哎呀，那你今天来找我有困难？他说，哎呀，干爹啊，我真的遭遇困难了，我们在那里闹饥荒啊，我举家北迁呐、啊，哎呀，你看怎么办？他说干爹，好了，放心了。从此以后我照顾你啊，跟我住在一起，来我给你安排个地方，从此又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到大江南北传福音啊，讲这个故事全体都笑开了。我说你这么开心干什么？这是不过是个民间故事，又不能发生在你身上，但是我讲的人我可开心了，我所讲的我自己所经历比他厉害多了。那乾隆皇也作古了，对不对？也进了坟墓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圣经有一句话，有一位是天上的王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说，他应许说，他说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 authority， 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肉体生的。重复三次。不是从情欲、肉体、人欲，这都是暂时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得着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做乾隆皇的儿子拽不拽啊？很拽，不好听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威不威风？不威风。那做神的儿女怎么样？怪不得要唱那首诗歌，神的儿女有权利，可以大喊顶大唱。我这天天快乐啊，所以我不知老之将至啊。因为我的父，我的阿爸父是永远到永远啊。弟兄姊妹想想看，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， Christ in us the hope of glory， 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，他是神的长子，借着我们成为神的众子。